Sorry，我跳太快。喂，为什么可以直接跳过啊？今天要抽的就是服装哦，我刚才他跳太快了，不见了。我不管啊，不见了就算了。嗯，那个要赶快赶一下哦，这边可以丢一下技能哦。那这边我跟你们讲，我也在犹豫要不要解这个诶。你等我一下，好懒得解哦。我等下再研究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不缺啦，上层啊，不要乱点，不要乱点。训练呢？好，训练的，来聊天室看一下，就这么多人玩，就这么多人。因为有苹果版的啦，只是苹果版的玩家也可以注意一下。这么 simple 就这么 simple，啊，我们刚才就是有抽这个服装，服装部分那边看价了，这可能就是训练的那边，角色这边吧。不过我们刚才跳太快了，不要期待之后的猫咪系统。Oh my god！为什么后面可以变这个？我动作我等到贵桃啊！